昨天葡萄都吃这个呀。是的，好运丢丢，今天好的感觉。嗯，夜市这要行啊，这不我主场吗？来个好啊。那啥，这个好，穿奇怪的衣服。奇怪的衣服，我才没有奇怪的衣服呢。啥？我这样不是太社死了？你确定穿这身逛夜市吗？我要画画。站在也没关系，坐在也没关系。好，站在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，您见过吗？您见过吗？我可以看了吗？哇塞，我的脸比恐龙还大！不能锁不香，只能锁毫不相干。恐龙啊，你家有啥吃的呀？没有。没有。那咱这有啥好吃的呀？有脆皮香蕉，还有老式鸡柳，还有炸蘑菇。那有没有啥适合我家？夜市最好，咱家恐龙都吃这个呀。恐龙，恐龙吃这个？我是东北恐龙啊。东北恐龙，我是恐龙。这个还有一块。哎，恐龙也吃麻花哟。阿姨，你家这个挺好看的。哎呦，是我家恐龙的呀。你是那个的吗？我。老板，你还认识我吗？记得。记得呀。这今天我要带走哪个？我带走那个大的吗？那是多少发重？三十个就重啊？你觉得我能行吗？能重吗？可以的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？三十个，我们可以把那个拿走了，是吧？可以。好的，谢谢。行了，你俩一起回去吧。走了。啊，你自己。